水，那个水呢？刚才那个水，水一杯水，水杯，刚才那个，没了。好，谢谢。看，我们先把纸放在你们想画的这张图片上。这一节课的步骤哈，把它这样蒙起来，蘸上墨，笔是这样的，这样拿笔，这两只指头在前面，这样，这只，这样，这样，中间可以空的，不可以，不可以这样，不可以这样，啊，然后这样子，笔这样，不要，不要这样，嗯，不要，不要这样，都是错的，这样子，好，然后可以看，我们把它。这样看，一笔，这样，要一样细，这样粗细一致。这样子啊，所有的画出来都是包括这样这样这样粗细要一样，不可以，不可以这样，比如说这样错的啊，也不能这样，然后这样都不对啊，要这样一模一样的粗细，颜色都要一样的深浅，好吗？如果有蝴蝶的地方，有花的地方，用很淡的墨，这样。花，还有蝴蝶，还有动物，它们的颜色要用这种。看吗？这个比这个颜色要浅，啊。也可以这样。再淡一些，加水，加水就可以成这样的效果，可以再加水，它就会变得更淡，看这个颜色就会更浅，一直加水就可以。勾叶子的时候用这种深颜色的墨，还有头发，有同学画那样的头发用这种深颜色的墨，知道吗？你们可以试一下，在这张纸上有画这个这种画的同每个同学都可以试一试，你们都试一试。